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Altre informazioni nella descrizione del video. 你喜欢花吗? ,但是不喜欢花。 我喜欢花园,但是不喜欢花。 我喜欢花园,但是不喜欢花。 我今天早上打扫了我的洗手间。 我今天早上打扫了我的洗手间。然后我刷了牙。 然后我刷了牙。我也洗了澡。 我也洗了澡。我洗了脸。 我洗了手。我洗了手。我洗了手。我洗了屁股。 我洗了屁股。现在我想穿新的衣服。 现在我想穿新的衣服。我太喜欢绿色的衣服了。我太喜欢绿色的衣服了。我太喜欢绿色的衣服了。 我最喜欢的裤子是蓝色的。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?
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昨天我感冒了。昨天我感冒了。昨天我感冒了。我没去学校。我没去学校。我没去学校。我去医院了，因为我发烧了。我去医院了，因为我发烧了。我去医院了，因为我发烧了。现在我也觉得不太好。现在我也觉得不太好。现在我也觉得不太好。我的头很疼。我的头很疼。我的头很疼。北京的街道不太干净。北京的街道不太干净。北京的街道不太干净。你国家的街道干净吗？你国家的街道干净吗？你国家的街道干净吗？我很喜欢周末。我很喜欢周末。我很喜欢周末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很晚起床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很晚起床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很晚起床。这个周末，我打算去医院看朋友。这个周末，我打算去医院看朋友。这个周末，我打算去医院看朋友。他是一个在中国很重要的医生。他是一个在中国很重要的医生。
他是一个在中国很重要的医生。我们一起去医院的公园跟别的朋友见面。我们一起去医院的公园跟别的朋友见面。我们一起去医院的公园跟别的朋友见面。我们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鼻子。我们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鼻子。我们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鼻子。他的鼻子是中国最大的。他的鼻子是中国最大的。他的鼻子是中国最大的。你的鼻子大不大？你的鼻子大不大？你的鼻子大不大？我周末打算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见面。我周末打算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见面。我周末打算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见面。我的朋友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。我的朋友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。我的朋友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。他在中国学德语。他在中国学德语。他在中国学德语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笨蛋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笨蛋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笨蛋。德语很有意思。德语很有意思。德语很有意思。但是，如果你在中国，你必须学习汉语。但是，如果你在中国，你必须学习汉语。但是，如果你在中国，你必须学习汉语。
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没学汉语就去了中国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没学汉语就去了中国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没学汉语就去了中国。来中国以前，我自己学了三个月的汉语。来中国以前，我自己学了三个月的汉语。来中国以前，我自己学了三个月的汉语。现在我住在中国。现在我住在中国。现在我住在中国。但是我不习惯吃中国菜。但是我不习惯吃中国菜。但是我不习惯吃中国菜。我喜欢骑自行车，但是我没有自行车。我喜欢骑自行车，但是我没有自行车。我喜欢骑自行车，但是我没有自行车。你可以借我你的吗？你可以借我你的吗？你可以借我你的吗？可以，但是下个月一定要还给我。可以，但是下个月一定要还给我。可以，但是下个月一定要还给我。好的。好的。好的。但是我不会给你钱。但是我不会给你钱。但是我不会给你钱。没事儿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没事儿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没事儿，你是我的朋友。你想骑自行车去什么国家？
你想骑自行车去什么国家？你想骑自行车去什么国家？我还没有护照。我还没有护照。我还没有护照。我想从马德里骑到巴塞罗那。我想从马德里骑到巴塞罗那。我想从马德里骑到巴塞罗那。这条路上的红绿灯有什么问题？这条路上的红绿灯有什么问题？这条路上的红绿灯有什么问题？这个红绿灯坏了。这个红绿灯坏了。这个红绿灯坏了。你们国家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？你们国家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？你们国家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？我们的护照是蓝色的。我们的护照是蓝色的。我们的护照是蓝色的。